轻松5500和尚，来吗？进组。我去，这笑声也是没谁了。个鸡精真划算，我都不知道，还白充了几百块。咱们组团砍了他去吧。带我一个。我的妈呀！我一听你们说话，我就想笑。我一听你笑，我也想笑。然后有没有人组团打他的？神经病！组团打他的加一。组团打他可以啊，带我一个。你们舍得打我吗？用力啊，好爽！薛家庄宗师有没有人过来？打他，加我一个。哎呦，我快不行了，加我一个，我要打他。报坐标，强劈。我表示这游戏居然没有追踪能力，好他妈无语。打他，快点快点。追踪能力是悬赏暗影航道玩家才有的。我去悬赏他，等一下有没有人愿意接班，然后带我去看。加入冤家能不能打他？你们别打我了，求你们了，行不行？你们说的我都害怕了，我都想把游戏退了。除非你开红，加入冤家打他还是会有罪恶值。加入冤家可以悬赏他。那点罪恶值算什么？做两个任务就消了。姐姐，你说话怎么和 NPC 的语声音差不多啊？
难道是隐藏的 NPC？ 反正我罪恶值是空的，杀一个人我也进不了监狱。真的吗？快来蹂躏我，好需要啊！我操，机了！玩笑兵吧。我操，你的妈好恶心啊！我操！我真是服了，真的是我操！这种声音，我操！我操你！男的，我总感觉。先别说他声音了，我问一下那个自创武学在哪边看。不知道你们经历了什么，这就是我为什么关掉自动播放语音的原因吧？可能。